大家好，我们是 S 四。什么是 S 四呢？什么？我们改名字了。为什么是哪四 S 呢？错，这是全新的一个组合，来自于达芙妮的 S 四。没错，哪四个 S 呢？第一个就是 sweet， 就是可爱甜美。对，然后第二个呢 ，sexy。And then 是 soft， 就是舒适、很便利的感觉。最后就是 warm， 就是让你有运动的感觉。没错，四种风格都已经囊括在里面。没错。然后这四种风格呢，就是女孩子的四种风格。对，所有的女生大概就这四类了啦，然后就分得出来。可是呢，也有一个女生会有四个面相，所以你平常你也可以有很性感甜美的时候，对，很舒适甜美的时候，可爱甜美的时候。但是你到晚上跑时尚 party 的时候，你也可以也要有时尚的感觉。对，正式参会的时候，你也会有性感的。对的高跟鞋啊，或者是很性感的那种展现你脚趾的那种美感的。然后去平常去便利商店啊，或者是去超级市场买东西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穿很舒适的便鞋，休闲的。对，或者是逛街的时候，就穿一双非常舒服的，就很可以逛很久。对，但是你当你要运动的时候呢，达芙妮也提供了你很 sport 的东西，就是让你有功能性的运动鞋。没错。对，所以呢，达芙妮已经深深的进攻了全世界的女性，真的，在你的生活中，你可以充满着达芙妮带给你的便利，带给你的美丽，带给你的舒适，对，在每一个面向都可以成为最自信的女孩。